哦，你们居然不叫我一起去王八爪片的整个平台。哦。你小心 ，BOSS 攻击力很猛的。我小心有屁用，你拿好才是关键。哼，就让他尝尝举报的滋味吧！啊哈哈！我先让你尝尝。哎呀哎呀！我还是先去找找我的尸体吧。M T 回来，站太远了，我逮不到你。大门，我动不了了，救命啊！安迪，坚持，公司要挂了。到！快说！先。快，谁去看看掉了什么？谁去摸？我去。生命之根出了这个，哎，我们搂吧，搂你妹呀，明显法师的。可我没有蓝色的武器啊。嗯，你完成任务了，可以去拿医院了。啊，医院什么呀？就是你任务里的蓝色武器。真的，我去换武器了。如实回去吧，我们一会儿在奥格瑞玛集合。我的如实呢？真的？啊！嘿，蠢牛，跟我去杀一个隐藏 BOSS。欺负啥嘛，还想叫我帮你杀 BOSS。 蓝色的武器，还是玩这个。不要，这个有毛用啊。这是高级的强力党猫。小肿瘤有什么事儿吗？你从哪里来，要去哪里呀？我从东土大唐而来，前往西天取经。西天从这里跳下去不就到了吗？哼，没教养的牛。跟着我干什么？你这么强力，以后跟我混吧。你这个级别可以去云松森林看看，让我跟着你，太浪费青春了。哦，云松森林是哪啊？这家伙是谁啊？银鳞胸甲，蓝色品质。我知道了，那个奸商吗？行了，我们休息一晚，第二天上路吧。有的银鳞胸甲，蓝色品质，五金，数量无限，先到先得，预购从速加一码使的。
后不要那么怕死，我们时刻在你身边的。我会越来越不飞的。你看奥格瑞玛的夜晚多美丽啊。是啊，不知道你是否留意过奥格瑞玛的夜晚，当你仔细凝视它时，它会告诉你生命的存在。每个人都在忙碌着自己的事情，夜晚就会回到属于自己的灯光前。这里或许有亲人的等待，或许有父母的牵挂，或许有朋友的祝福，或许有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。即使远在他乡，这样的灯光也在时时刻刻温暖着你啊。有大家在，我就不怕了。看你开了毛病，再改一下就好了。这个估计难得，还是会过日子的人。你总是知道我。